喜，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颁发一组荣誉，那么这一组荣誉就是属于后浪的荣誉。好，那我们有请荣誉颁发嘉宾慈文传媒创始人首席内容官马中俊，腾讯公司副总裁 Rose， 有请。有请。好，有了二位。获得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潜力电视剧演员的是，请看大屏幕。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潜力电视剧演员，没有，杨超越。我跟他只是碰巧在这里遇到的。赵敏的妖女分明就是祝绪丹，想要斩草除根。奶奶当时昏倒了。邢昭林身边只有姑姑一个。孩子爸爸梁杰工作太忙，所以姑姑说的没错。许光汉丁禹兮，一座城已经容不下他。好，有请杨超越、祝绪丹、邢昭林、梁杰、许光汉、丁禹兮来到我们的舞台上。2020年，他们在演艺之路上挑战自我，不断成长，带来了很多令人惊喜的作品。小荷才露尖尖角，期待未来更加精彩的表现。他们是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潜力电视剧演员：杨超越、祝绪丹、邢昭林、梁杰、许光汉、丁禹兮。光很璀璨啊！是我们恭喜我们的六位，我们的最具潜力的新人啊！当然，我们也特别想能够分享一下他们获得这份荣誉的心情，对于未来又有什么样的期许呢？是，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来，超越妹妹先开始。超越，你先来。Hello， 大家好，然后我是杨超越，感谢星光大赏给我这个荣誉，然后以后我一会，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努力拍更多的作品，然后谢谢大家。好，祝绪丹。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祝绪丹，感谢腾讯星光大赏。感谢我的公司，感谢2020年努力的自己。2021年我会继续努力，不辜负每一份期待和喜爱。谢谢大家。好，下面一位，邢昭林。Hello， 大家好，我是昭林。然后感谢腾讯视频，感谢星光大赏给我这个荣誉。那未来路还很长，我会继续努力拍摄更多的好作品，不负好时光。谢谢，谢谢。梁杰，大家晚上好，我是梁杰。感谢腾讯视频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参演这么优秀的剧目。感谢粉丝，感谢观众，我也会继续努力，拍出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谢谢。谢谢许光汉。谢谢腾讯视频，然后谢谢这份荣誉，我会带着这个荣誉拍出更好的作品，谢谢大家。丁禹兮。大家好，我是小丁禹兮，感谢腾讯视频，感谢星光大赏，感谢传闻中的陈芊芊。未来的路还很长，希望有幸能成为漫天星光中的一员，谢谢。谢谢，再次的恭喜六位，也期待着未来各位有更加出色的表现。谢谢各位，请台下休息。是的，谢谢你们，谢谢，期待你们更好的表现。哇，我们看到超越把这样一条飘逸的裙子穿出了一种侠女和硬朗的味道啊！对，其实也期待着你们把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出自己不同的方式。是。